他不信我，他还觉得我骗了他。所以最高的境界就是真诚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。这把又没刀，真没刀。这把，这把我真没有，他没有。这把我真有。对，这把就是进了全输。我好砍，我好砍。我贴这儿，我来，大乔。我看到一美在倒着走路，你们好砍。朱大强回去一会儿。哎，啊。去你的，包包，包包是坏蛋。包包是坏蛋，他一直喊我是坏蛋，他不是个好人，我直接就给他刀了。我跟他还有小李一起出生的时候，包包就我不管小李，你知道吧？他直接撵着我就了。小孩是坏蛋，小孩是坏蛋。然后他也没有管小李，然后直接一路撵我。然后我寻思着，我去下水道，他不会还跟过来了。我感觉他要刀我，我直接反手给他一刀啊！我刀了他了，我最后一把。包包是坏蛋，我感觉十点应该也差不多结束了。我是好蛋。哎呀。哦，这里你的男孩小李，我是肉汁儿啊。在刚复活的时候，我是跟修神还有包姐，我们三个一起复活。然后刚复活，我还没报我是肉汁儿的时候，包姐先说了一句啊，三人行必有一坏。然后我就直接说了，我是肉汁儿，我是肉汁儿。然后包姐那就说，那小修是铁坏，小修是铁坏。然后就一直跟着小修，有没有可能是刀到加拿大了？因为包姐她认定了小修是铁坏的情况下，一直跟着他，对不对？这刀。不是很信啊，为什么他不点我？因为他知道我是肉汁了。我去饭堂，我跟强姐何呆呆啊，我们三个贴一块，恩姐在我的右边，这是我的视野过。我感觉包包可能是在吓唬小修，也不排除他可能是个坏蛋，真的要追小修。那毕竟小修他的发言是什么？他的发言是包包因为一直追他，所以他反手刀了啊。当然也可能是刀的假的刀，我不确定，这一刀不好盘。我们这边肉汁，我一个小李，一个大强，一个三个人站在一个地方，开饭的位置。然后右边是恩姐，左边是太医跟 Lucky， 对吧？然后其他的信息没了过。王安这边发言，我跟一美还有一个谁，还有一个耗子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生的，好吧？三人行是那这个时候我可以，要不就只能我自己跳加拿大保一下小修，并且是大概率有一个坏坏，好吧？小修，这一刀刀包包，我不认，好吧？我铁不认的，你们要不认的，你们要认的话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反正这票我肯定会投小修，好吧？我这边过。嗯，耗子发言，我这样保他，第一点。小修就是假设啊，包包如果是个坏蛋，对吧？他是个坏蛋，我只能跳起来，我在人群中大喊小修是坏，而且我还跟着他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所有人看得到，我就要跟着小修。他没必要把自己打成一个焦点位吧，把打成一个所有人都注意力在他身上的一张牌吧。所以说是啥？他想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打在自己和小修身上。说白了，包包去给我的感觉就是去送死的，他就冲着小修去的，他就贴着小修，然后小修给他刀了。我说实话，小修就不是送出来遭罪吗？所以说我要投小修啊，过。先发言一个逻辑，打死我为好人，你知道吧？打定我为好人，是不是我说的最后一把？最后一把已知九点五十七分了，我说最来还有来一把，想来把刀。可是哥们儿进来看了身份的那一刻，我操，还不如不玩。我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因为不带刀，这把我铁好出小修过。大乔，出小修信息我都没有，我贴出去了啊！我铁觉得小修刚才那个发言不太好，心理学上是这么说的。一旦你做了坏事情，你会把很多话重复三遍，所以小修正中下怀。我心理专家铁觉得小修不好过。你出修可爱呗？我没有听到有加拿大，暗示都没有，所以出修可爱过了。好，那出他呗，但是我也没有听到他有队友之类的，我的视野只有王野哥跟拉奇哥过。王野，喂喂，好，拉奇发言，我这把跟太医西恩一起复活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去到人堆里就听到有人说肉汁肉汁，然后我看到一裸子人叠在一起，我视野里面西恩是在那一裸子人旁边，然后我上面太医，下面一轮美。我就站在那个篝火中间，因为每个人视野我都有，我都保持了一个一定的视野。那小修这一刀，
大家都不认，那你们那就出他，反正能认就弃票，不能认就出他，就这么简单，我过。是的呀，但是在我来说，小修这一刀我是认的，好吧，我是在饭堂，大家都在饭堂，所以说我应该会弃票啊，我弃票了。哦，你又被我抓到了，你是狼。太牛了。啊。哎呀，我真服了。你这个锤子，你还不如不说不认你嘛。哦，上次也是这么死的。王爷也是这么，好像也差不多。我认。王爷当模仿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烫死了。他就说我认，然后就死了。我没有投小秋吧？哎，小李呢？我认，他说我认。肉汁呢？小李是肉汁。小李，小李是肉汁。我肉汁，我肉汁。我亲爱的，我帮你挡一刀。哎呀！我操！无人机！我操！马拉奇最后一。哦，我好像没有看清，就是无人机来了之后，当时有个双倒地上两个腿，我手比较快，我先报道的，报道的是。谁的腿？耗子的腿。我不会刀到小秋了吧？另外一个开刀的人是谁？好像恩姐有事，麦克风交给恩姐过。席恩发言。首先，那个医美专家啊，麦专家，好，旁边倒了两鸡腿，我看见了。王也动了一刀，王拉奇动了一刀，还有李现。王总，你是好人吗？啊，小秋是我。你是好人吗？过。我刀队友了。对呀，你能是好人吗？嗯，你能是好人？过。为什么不能呢？王也动了一刀，王拉奇动了一刀，耗子说小修变无人机了，也就是说有个好人刀了小修，但是没有人出来点，那总归就可以，那就苏拉奇游戏结束了呗。如果王也跟拉奇动双刀，走了两狼，苏拉奇，哦不对，还有个零，我过了。医美发言，我看到那个无人机过来，然后大前姐跟我叠在一起，然后我的手弹到了一个那个就是找那个地图的界面， 我都没报上警，然后给我吓得我以为我没了呢，进来一看我还活着，我就看着一个无人机过来，但是我没有看清是谁，是我第一个看到的，走到我旁边吓死我了。那头拉起哥吗？过。不行啊，为什么投我呢？我看有个无人机过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假设我跟无人机他的队友，我为啥不往你们那边冲啊？我直接往无人机那边冲。这个无人机呢，他应该是刀了一个王爷，我直接把这个无人机嘎，我嘎，清清爽爽吧。无人机是我刀的呀，那为什么投我？刚刚谁说要投我？我觉得都不太做好。西恩说要投我，大强也跟着说要投我，那我觉得他俩指定要开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开问题。嗯，不能投我，我听说我吃贵票，是我刀的无人机。够清楚了吧？够正了吧？过。但是在我的视野里，好像不是你刀的无人机，因为那个无人机是跟另一具尸体同时爆开的，好像是那个人他刀了无人机，然后啪又有人给他刀了，然后两具尸体夸一下爆出来了，他是这样的，在我的视野里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？坏了，让我归这个票吧。其实呢。啊，他有无人机，他上去开刀。其实我是不怎么相信的，说实话，这刀我不怎么信的。我想归拉奇姐啊。再就是何呆呆，你一个给肉汁挡刀的一张牌，你怎么敢承认就报警的啊？你不在我边上待着，你怎么敢承认就报警的？你能报这个警，我肉汁都没报上，我说你能报上啊？我得怀疑你啊。我归拉奇姐。你俩的无人机过来，你不跑啊？啊！小李在说什么？跑无人机人堆里了。我操！我又没用，我肯定要冲过去白给啊！我操！拉奇能是什么好人？我真到的无人机呀、啊！好人。那你这个肉汁是余额，肉汁。你要是好人，不是冲票，而是被不被弃票？余额。那王拉奇坏死你！来拼刀，拉奇。拉奇来拼刀，你别跟我拼刀了，拉奇别走，气了一票，我刀的无人机，变跑变跑，拼刀，拉奇，拉奇，我操，好操，哎呀，王拉奇刀人了，我刀了谁呀？
鬼刀是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下去了？我不知道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好好好。呜呼！哎呦，好简单！哎呀，差一个腿，我劝你自己不赢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都说了，他大夏天穿羽绒服，他就不是好人。好快的嘴啊！太多了。哇！为什么第一轮小孩没投出去呀、啊？他赢了。为什么小孩没投出去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还投票吗？好多弃票、哦，走吧。哦